走啦，你不可以自己走了吗？你在那边停什么？你在那边走啊，你走，你自己走，不要一直我叫你走啊。为什么？你是啊，太强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它很美耶，这里戴老师在那边的刚刚，刚刚老师在那边，这个很久，但他没有来呢，今天，好吃啊，是吗？你看。你又讲那么两楼有没？啊，没有啊。有没？有。你可以九中派吗？那个人一直挡住我在那边。他挡住我。我看啊，等下你不可走开，等下你不走开，我一把过去。你看，你一把过去啥？你尝试过我的威胁，我要去弄东西。Are you serious right now, bro? Are you serious right now, bro? 你在跟人拍东西啊？我。啊，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我一个 chef 了，我还是 never one。只要我有几多，就是只要我有几多。
耶！我操！妈妈是刚刚来这边的妈妈系啊。Messi，Angela，Messi。那我就。Messi，Angela，Messi。Messi，Messi，Angela，Messi。Messi，Messi，Angela，Messi。Messi，Messi，Angela，Messi。Golden Gate Bridge，这个先。
一个肥肥的尖，来，飞起来，这个，这个，我不可以自己走呢，我一定要帮你走。我不是走那前面，你开始走那边。
哇！Today I'm showing my receipt. First, The guy has no word. Okay, ah, in 偷钱好啊，我哋一齐打下，啊入位，一嚟见底。你阿咩？Stop you, please, little.哇你现在有他第四层是因为有他一直哎我来到你们哎快你好多啊！你好多就抹咗抹咗埋，有咩地书抹埋你啊？你个一个袋翻嚟咩？有啊，几抹多你？打完了。知道人，然后俾钱，细包嘅俾你翻红啊，俾你翻红啊。哎呀！喺度。对你看到吗这个是这样啊啊这个是我要看你的是吧对啊OK 哎呀真的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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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那拜拜呀！拜拜！没有拜拜啦，那你拜拜。你不要擦的就痒痒了，弄到你的鼻子痒痒就阿七了，不要擦这么那么痒。被掀着了嘞，阿雷路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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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拳头有些纳闷，为什么声音这么长？
俾因為俾十蚊仔買唔好，十蚊仔買咗就攞嚟洗，就係浸住你。你啲嘢買開買開鞋嘅時候，買開鞋又洗翻。如果你買完又買埋，又成堆仲有仲多，唔開心。都係困難。哎呀，忘记了。到了第九层的第三关，这头傀儡才会展现出百分之百的实力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刚才自己只是和这头傀儡的同道一场公益战斗而已。苏晨想了想，又问道。If you want to get free roving,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行激烈的战斗了。第二层难度，那声音响了起来，随即傀儡再次从地底自动生成，一拳朝苏晨打了过来。苏晨也是一拳迎上，砰的一声，傀儡再度被苏晨打成碎片。第二层的傀儡对苏晨来说是仍然不够看，解决他也还是一拳的胜利。Just gonna impact the earth.
条件只要求几百回累积功能，而像苏晨这样将累积出感情况，就算是几百，也就是说，现在。My God， 这么厉害！我的天，这真的是。嗯。那是一句话。嗯。之前也曾可许了，都如自己一般几百米五层的土楼面，但是却折记在了第六层。准确的说，是折记在第六层的前两关，连这第六层的傀儡关都没有过。而他则是攻到第六层，然后他第七层，也就是说，云德巅峰曾经击败了这第六层大傀儡。梅科夫，苏晨也无法判断，但在这时，那声音在不响起。由于你
坚持的时间超过了战斗时限，连实力赢取本场战斗。他叫什么名？梅科夫。啊？梅科夫。啊。哇，那个你啊，有的，可是还一点不好啊。不过你看那个 Meteor Impact 那个 bridge， 不过你看那个 Meteor 它弄到那个电桥，那是我的苗，它打下去。阿爸，你看，就是那个迷月打到那个电桥，电桥喂，所以苏晨实际上已经提前预定了六塔天才，而要继续挑战第七层难度吗？那声音询问，爸爸很可怜，如果我在这次挑战失败了，会被直接送出塔吗？苏晨问道。哇，这是 Golden Gate Bridge， 因为你已经通过了前六个难度的傀儡，所以如果你在这一难度失败，会让你直接进入第二层塔，而第二层塔的傀儡关你就不用再测试，直接可以自动通过。后面几层塔也同样是这样，所以你只需要通过每层塔的前两关，至少可以成为六塔天才。那声音解说道。因为苏晨略一思索，点了点头。那我继续。第七层的难度肯定比第六层的难度难上许多，那傀儡也将会是寻幽禁九重的存在。而如果能够通过第七层难度的话，便能够成为七塔天才，相当于如今王都的两大天王五大将军年轻时所达到的水准。而不同的是，他们成为七塔天才却并非刚进天渊学院时的事儿，至少都是在学院学习了数年甚至数十年以后才成为七塔天才。如果苏晨在今天就成为七塔天才的话，无疑是打破了他们的记录。妈讲无语的。打破记录并不是苏晨的目的，苏晨的目的还是尽量和战力高的敌人交手，好磨练自己的实力。刷了一下，新的傀儡再度冒了出来，苏晨也再次投入到和傀儡之间的激战。这个时候，九层高塔外围，众人也是一阵的议论。哎，看，第五层闪光啊，是谁啊？这么忙？应该是荣奇正忙，他可是和聂松、徐朗齐名的天才，那两人都通过了第五层，没道理他通不过。也有可能是像那贺连峰一样的黑马吧？你想多了，哪来那么些黑马？之前那些冲着贺连峰来的东院导师也没有走。关注着最后一批人的情况，虽然他们之前被贺连峰给拒绝了，但其中很多人还是想着能够收到一个满意的亲传门生，都想看看这最后一批人中有没有合适的。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这最后一批还没有测试的人也往往是实力最高的，其中通过第四层塔的人已经有不少了，作为东院导师自然也会格外关注这一批，毕竟谁不希望东院的天才武者能够多一些，能够力压其他三大分院呢？急！哎，这第五层塔怎么又闪光了？你看花眼了吧？或许还是刚才的闪光呢？绝对没有，刚才第五层塔明明已经不闪了，这突然之间又开始闪了。对呀，正常来说，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，绝对不可能闪光那么。是又有人通过了第五层塔。天哪，这一届的天才是不是太多了点？以往都是每年有一两个五塔天才就算不错了，今年居然有四个五塔天才，还有一个六塔。众人纷纷惊叹，今年的五塔天才居然这么多，而且还有一个六塔天才，这可是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如果放在往常，我还能冲击一下前十名，但现在估计没指望了。切，你想的也太美了，就算是放在往常你也绝对没戏。便在这时，又有人叫道，快看，第五层塔开始第三次闪光了。我的天哪，第三个五塔天才究竟是谁啊？其中一个肯定是荣奇正，可是另外两个是谁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今年真是天才扎堆的一年，估
去公园的导师们嘴巴都快笑裂了。跑了，不过这最后一个通过第五层塔的人应该不怎么行吧，因为最后一批人是差不多同时进去的，而此人现在才到第五层，这个速度远远不如其他人的速度，足以说明这人爬上五层塔应该是把自身的潜力全部拼尽了，无法再上第六层了吧。也有人这般头头是道地分析着，不过不得不说这分析却是赢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。如果真的有六塔势力，那么前面的五层应该是不会耗费什么功夫才对，怎么可能人家都进入了第六层你还在第五层呢？这明显就是力不从心，就连通过第五层都很勉强，所以才会耗费这么多时间，那就更不用说第六层了。而这个被外界之人认为是力不从心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苏晨。此刻的苏晨正在塔中悠悠闲闲地行走，赶往下一层。之前怎么了戴口罩啊！戴口罩，先。你口罩在哪？口罩？哪里去？你口罩啊？还没有上口罩。我是说他还没有口罩。有了。啊？再说。有上？有，我说有。你口罩啊？你去拿口罩啊？哎，你的口罩你没有拿？有。拿口罩快点，去拿一个口罩去。这是口罩吗？啊！进来，你的书包拿一个出来。去拿口罩啊！这里有的。这里有噻。这个不要。喂，你的口罩在里边，你在牙签上。喂。你的口罩在你爸爸身上吗？哥。哥，那有一个大嘞。要把它嘞，这边游泳，看哪里。我这边啦，放这边啦。打架。哎，哪里口罩去？没有口罩的呀。喂，熬了喂。熬了喂。行。哎，拿口罩啊。来，上楼门。来。有一个，我比我留恋了，他比我还紧张。好了我要坐那个车这个吧，你看哪一个？来，我不要喂。爸爸叫人，我不要去这个车。不讲，我不要去这个车。不行了，你说。又坐这么亮吗？那个车？怎么样？我看这辆车。水瓶来的小啊。
哇，好热哦，这个地方。我臭老蛙。我这里吗？是是哪？你要闻吗？你要闻吗？来呀，我嘴巴。你要闻吗？重水不要给人家闻。一个一个大老蛙，一个臭老蛙。走开，臭老蛙。你知道干老蛙的歌怎样唱吗？你干嘛躲看到了？你怎样唱那个老蛙的歌？你有对个么多？一个臭老蛙。那么大很远，那么大很远的。啦哇哇哇啦哇哇哇哇哇哇，啦哇哇哇哇啦啦啦哇哇，啦啦啦啦哇哇。
有有有。拉开拉开。完了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。我还在 record 呢。声音。upside down 呢。镜子不好。哇，这个刀很久哎。Okay. 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别过来。Ticket 的 ，ticket 的，嗯 ，OK， 这是有一个东西，然后放个 ticket 在里面，然后自己开门，然后就进，进去，进去，要自己关门的，就是个你，我靠，我这没你弄得很好好像。放围巾。说。Right。要走吗 ？Butter 呢？你就先玩我。我放过 Butter。哦哦，在这里。你很忘记啊？有吗？啊 ？Why？ You add 了喂。
Oh my god， 你看，喂，又断了。麦克，快点，快点。那人他是傻傻的，被骂的还是傻傻的。等一下先。这什么东西？你都给。谁呢？我爸谁呢？哦，谁呢？耶。赖西啊不，赖西平，你跟你那个，你跟那个赖西平，是啊，那个人，不是赖西平，赖加一个西一个平，赖西平。我那个 rail 呢还 broke 掉的嘛，然后我就弄钢管车，这么还这么快的，还有断掉了是吧？对啊，我杀了的，没有攻击，现在我要弄再高，我要再弄多一点，弄多一点。这是有一个 redstone 吗？这是有 redstone 吗？多少？啊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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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看什么？这个，purple bank。What a bank! Maybank! Maybank 是我的。是你的 bank 啊？那个讲 Subway 耶。Subway 就是那个火车 station 那边的。可是还是不一样的。OK， 我笑 fans， 当时没有。怎么会有一个猪的？猪？怎么会有一个冰冰在那个 roller coaster 那边呢？给冰冰猪。Power oil. Okay, this is young.OK， 这是我用 Bedrock 的，这个我弄最高的，我是一个 Hacker 的，我的 Roller Coaster， 那是最高的。最高的。哥哥，你看这是最高的，来。弄再高，弄再高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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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怕这个可以弄吗？会有 big 来哎。OK， 但是忘了这个标了，后面那个标还要每辆躲过，底下好难上去，上不到。这是下去的，
谢谢。这次是无人机，这是最快的下去。果果这么高，好像有人很怕嘞。这个这么高，不怕的，这 roller coaster 罢了。人家是一个 baby 妹，看一下，来，啊，给啊，一个大，没有啊，啊，来看一个，你看几小啊，这个。我要放一点 fans 在这里。哎呀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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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快的这个。The world 超三大绿卡罗斯，三绿是的。三大二大三大，三大。我真的，你看这个 roller coaster 几 scary。我就先，这是要 make a turn， 放在这里。OK， 等一下。哇，给下面它是要 redstone 的。redstone。对，等一下它会 power 全部。没。呢？它 power 了。那你放下面呢、啊？你会 power 了了。边有什么？喂，不可以这样的，不可以这样的。OK。这个跑快快，这个火车都不能玩了，好危险啊！这个，六狗六狗六三个，你可以 all activate 三个两个一下也可以，高吗？这个，可以，我要放一点 fans， 这个里没有狗狗快可以，可以。还有没有 ？Mops， 还有你看我面前，看我面前，别啊，这里你弄高高，弄过去，然后就可以做好像一个。不吃呀，人家进去哦。美爷在玩，一个屋子啊，好像屋子一样了，好像。那个没玩吗 ？OK， 我弄一个屋子，我放一点 bed， 那个，我弄一个 normal 的。对，那个火车都没得坐。看一下你哪里的？我这里。八处八处，不到八处也行。八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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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处。一个屋子，一个小屋子。可爱吗？那个屋子。叫 floor 的哇，可是我们弄一个 kitchen 啊，不要 kitchen 啊，不是一个 kitchen 来的，不要不要，还是另外一个是 kitchen 啊，normal 的那个 house 就可以了，不要有东西的，好像山洞这样啊，
这样子进去哦。我是要放一点东西在里面。放东西不美。你喜欢啊？看你喜欢放什么。好像一个家这样子。不要一直那个了，我不要一直那个奥老恩哥嘞。哇，你看几久啊？不要上桌，叫你。垫子好了。